华人密集的罗兰岗最近新开张了一家在韩国城享有盛名、以肉质和用餐环境闻名的韩国烤肉店。这一家营业面积超大又号称年轻人最爱去的韩国烤肉店，其吃到饱的模式深受年轻族群的喜爱。记者在开幕当天走访了餐厅时发现，现场挤满了慕名前来尝鲜的顾客，餐厅人气火热到最高点。从韩国城的两家店到 Fullerton 以及罗兰岗的第四家分店开张以来，牡丹坡韩国烤肉靠着口耳相传做出口碑。这里提供多种类的食材，如果饥饿如虎的你属于胃口超大那一型，建议所有都品尝一下。猪五花肉层次丰富清爽可口，牛舌又大又厚，口感脆脆的。上等牛排、精选牛肉片，食材鲜红，独具口感。那我们经过这一次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动作，把餐饮的一个环境、娱乐的一个效果，跟各种不同的一个方式都结合在一起，希望能够带给罗兰岗这边的观众呢，跟那个吃客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餐饮环境。As you see, no other Korean restaurant developed this kind of system to give back to my customers.That's what the popularity comes from Udaipo. Not only restaurant, give your culture to our clients. That's why we're number one. 客群以年轻人为主的这家韩国烤肉店，墙上挂满了超大尺寸的投影荧幕和多台电视，随时转播体育赛事。闪烁耀眼的投射灯光和热力十足的韩国流行音乐，也会随着用餐或生日派对的进行来增添现场气氛。加上热诚的年轻帅气服务生，或许牡丹坡会成为您下次聚餐开 party 的好去处。国际卫视记者刘其慧、侯吉仁、罗兰岗采访报道。